赖姐帮你喂药哦，哈。嗯。嗯，怎么样？啊，吃药，吃药。先给他喷一个水。好，那把它搅和均匀。这个是干净的水吗？干净的，我要准备给他吃药漱漱口。嗯，好。嗯。啊？不喜欢。哦，那要一点好了。嗯，温温的，试试看，来，准备好一点。嗯，好，开始，先温温的啊，好，来，嗯，很好，嗯，分进去。哎，很好。他喜欢有点温温的水。嗯，好，哦，慢慢来啊，慢来，啊，怎么了？嗯，慢慢来一点。快点，啊，嘴巴张开，嘴巴张开，妈妈，我看看，喝开水哦。哎呦，哎，不够高，你看到没有？这角度，我突然发现角度不够高。这样的话，你看这样，哎，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看到有问题，就要马上想。为什么他会咳嗽？我一刚看到他一咳嗽，我就想到，哦，是不是我的角度不够？喂药吃东西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这样就好多了。好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妈妈？怎么了？你在办公室干啥呢？怎么样？
右右啊，今天中气比较足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现在想说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刚刚想说什么？他嘴巴里面还有叶子，他也，嗯，今天，吃完饭，有漱口，有漱口，嗯，他只是没有，假牙没拿下来，因为假牙不拿下来，他就很多东西卡在下面，嗯，这可能还是要拿，那这样算每一餐都要拿吗？那我看可能要每餐都要，每餐都要拿起来去，对对对。啊，你喂喂看，你喂喂看，我就小口小口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哈。我们等一下要跟他去洗澡，嗯，那这个这样可以，这样这。那我把它拿起来，啊，说这个我把它分开。啊，哦，分开。来，嘴巴打开，这样它很苦啊，哎呦，你看做没有做呢？你放了糖吗？有啊，放了。哦，你每次喂都这样吗？都喂不进去吗？有时候它早上会打开啊，那现在就有点苦了。那你昨天喂的怎么样？昨天有。